女孩子都无法拒绝这样的新年礼物吧。能自己亲手做冰淇淋，做不同口味的雪糕，搭配上喜欢的雪球和小饼干，简直太好玩啦。妈妈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要给你个惊喜。佩奇，你给妈妈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就是这个小镜子，这个镜子能让人越照越好看。哇，谢谢你佩奇，我太喜欢这个礼物了。妈妈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也有惊喜送给你。小赛，你给妈妈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梳子，它能让你的头发越梳越多。天哪，小赛，你也太会挑礼物了，妈妈正好需要这样的梳子。妈妈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买了一支口红。哇，这个口红好漂亮啊，我现在就要涂一下。哎呀，小灰灰，这个口红怎么是甜的，这是口红糖吧？啊，对不起妈妈，我不知道这是口红糖。姐姐，这些是什么呀？我来告诉你。香蕉香蕉弯弯，西瓜西瓜圆圆，芒果芒果扁扁，草莓草莓尖尖。哈哈，今天趁老婆不在家偷用她的面膜。哎呀，爸爸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敷了你妈妈的芦荟面膜，真好玩，我也要敷。不行，小孩子不能敷。你不让我敷，那回来我告诉妈妈你偷用她的面膜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你的脸大，得给你多敷点。爸爸也躺下休息一会儿。爸爸，我好像听见妈妈的脚步声了。真的吗？赶紧跑。啊，我的面膜老贵了，怎么就剩这么点了？小朋友们知道被谁偷用了吗？奥特曼，以后就听我指挥，如果有任务我来分配，听到了没有？奥特曼，不好了，葫芦娃被蛇精和蝎子精抓走了。啊，这蛇精和蝎子精真坏，我得去救葫芦娃。啾，我也要去帮忙。啾，还有我。啾，怎么能少了我呢？啾，你放心，我让奥特曼们去救葫芦娃。奥特的哪去了？乔治，在你跟我白话的时候，人家都已经走了，还指挥这个指挥那个，你先把你自己整明白了吧，真是。你说什么呢？哼，讨厌。你快给我起来，离开我弟弟的床，不然看我不打死你。佩奇，你怎么能打弟弟呢？你是姐姐，不应该好好照顾乔治吗？妈妈，你误会我了，这个不是乔治，他是僵尸变的。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宝贝，乔治哪去了？乔治，乔治。妈妈，姐姐，我的这呢？弟弟，你猜这是谁的家？小猪佩奇的家。佩奇在家吗？这是小松鼠的家。弟弟，你猜这是谁的家？奥特曼的家。小奥特曼在家吗？小奥特曼和他爸爸去打怪兽了。弟弟，你猜这是谁的家？大头儿子的家。大头儿子在家吗？琪琪甜甜，你们来啦，我在家，快进来跟我一起玩。小嘟嘟的大鼻子像个吹风机，把所有烦恼忧愁统统都吹去，喜欢在泥坑里跳高又跳低。妈妈，小宝，风扇好像会掉下来，别动。妈妈，我要抱抱。糟了糟了。老婆，小宝不哭，我们带妈妈去医院。快过年了，这是爸爸给我买的炮竹，仔仔，我们把它放了吧，可好玩了。姐姐，不能放，邻居阿姨家的鸡跑出来了，别把鸡炸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，变成烧鸡了，这让爸爸知道了肯定得揍我，有办法啦，我们把它吃了吧。啊，好香啊。仔仔，你不要捣乱，妈妈在给你做饭。这个刀不能拿，碗也不能拿，只剩的不能吃。嗯，气死我了，你给我出去。他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我怎么能说他呢？这是谁的爱心？我的，是我的。这是谁的圆形？是我的，是我的。这是谁的正方形？俺的。这是谁的星星？三角龙，勇敢的三角龙。
蓝色的马桶是你的，红色的马桶是我的，我们要拉便便了。我拉完了。我也拉完了。臭死我了，赶快冲掉。棒棒棒。这是爸爸的兼职，这是妈妈的兼职，这是我佩奇的兼职，这是弟弟乔治的兼职。嗯，怎么都没有我的伙伴呀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把剪纸给拿来，我现在要来剪一个兔小姐。哇，我最喜欢兔小姐啦。佩奇要来剪纸喽，我最喜欢剪纸了，你快看，沿着虚线慢慢的剪，仔细的剪，就会剪得很漂亮的。等等等等，快看，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剪好了。我真的是太喜欢剪纸了，这里还有这么多呢，我还要接着剪。